和平统一、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，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。我们愿以最大诚意，尽最大努力，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，但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。需要强调指出的是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、大义所在、民心所向。在打独促统方面，解放军始终以行动说话，始终是坚决而专业的。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，台独分裂活动越猖獗，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就越消减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练兵备战，将以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强大的能力，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。